你有病。上一期带大家体验了一个本地的理发店，这一期的话我们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本地的一条龙大保健。 Let's go。 手法很正宗。有没有去痘啊？该拿针扎两下。锅盖头左右两边跟他那个一样，差不多弄短就行了。上一个也是在本地理发店剪的，剪了个一短一长，属于那种剪一下看两下，这个就比较熟练多了，挺爽的。可以，没事多拍点这样的视频。现在我们已经剪好头发了，现在我们去洗完之后看最终效果。当当当，真有点想厕所。为什么这个装修？没真的厕所吧？帅不帅？刚洗完的时候，我感觉左边耳朵这个耳屎不知道有这么大一个。本身宅就来生活吗？我都换工具了，已经。昨天拍了段。这是我耳朵里面占的比例，这么大一个。广大网友们，记住我身后这家店哈。我们三个人，我们两个加上摄影师才30块钱，理发、剪头、面膜、采耳，什么都有，真的很划算。你说呢？手法也不错，小妹妹也很漂亮。